1:1也太贵了，超贵。好啦，朋友价1:2，够便宜了吧？太合情合理了吧！哇塞，又在炸，又在炸，不是他们是火焰弹，这边纪念品也太多了吧？你们在狂喷是不是？看到了，哎、欸，这是楼梯啊！嘿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啊，那是国王哎、欸，在跟我射的是国王，哦、跑掉了。有个蓝队过来哦，没穿装备哦，好，要上要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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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！那个是谁？那个谁？什么？哇，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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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OK。这边还有天眼吗？可恶，这怎么大洞啊？ Okay, 有自杀的没天眼了。哦呦，还有牛哎，真棒，真棒！有人在偷偷来。我刚刚天眼到底有没有效用？还是被别人吸走？没有，有人死掉了，所以天眼没了。啊、那个死掉了没有天眼？我这边发现龙蛋，把它藏起来了。龙蛋，想要吗？去找吧。我就把它藏在那里了。嗯、空降物资，空投箱，空投箱，空投箱。填包，填包。我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的经验啊。嗯，这填包很怕被打死。一个钻剑。我觉得这空投箱是越来越烂了。这个是不是要补一下？不然这边都有丢那个。什么附魔都没有的钻剑，这个空投好烂哦！国王傻眼，国王还好吗？没事吧？感觉应该没事。嗯。哦，碎啦！我跟你讲，那是他自己的。那我放在他没有吧？我放在他刚刚走过的地方，拿他自己的东西放他走过的地方。我有地雷，太可怕了！有壁垒哦，壁垒，那是不是要一个原始啊？不用原始啊，一把就够啦。这箱子里的弓也太多了，直接挡在门口，超多。多少个弓啊？干屁事！一拳想要把抢，爆爆爆！哎，外面。这也太多功了吧！可以啊。哦，哪一把？我这那个最右上那一把是强力五，然后有火焰的。隐约你还有石头吗？不，芝芝上面那一只吗？哦，好。哇，这也太高了吧！嗯。上面那只是哪一只啊？啊。噔噔噔噔，哪里啊？哪里哦？哪里了？走了，他走了，我来保护他。哎，为什么我又恶心了？怎么又恶心？好恶心哦！你在干嘛？我又恶心大包机了！哎、这是我最家里面也有事啊！这是什么特殊效果吗？你在讲什么、啊？你跟我玩一样的游戏吗？我怎么会恶心？哎、欸，有那超级无敌恶心的。你在说谁恶心呢？你不是我自己啊！我整个画面超乱的、啊，我恶心还有三十秒啊！你自己恶心就不用讲出来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努力的接受包容了，你不用再讲，我们知道了。我的画面超级无敌乱啊！啊哈哈！杂货的就在哪里？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可怜。我以为你知道说莫名的奇怪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、啊。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样啊。哎、欸，白棋在构筑图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刚在包他。只要挡正前面就好了。我们哎。我们家里面真的是附魔，好吵啊、哦！我们家好吵的，我需要石头。附魔了，都在附。你的金瓶丢到楼上，楼上也有经验值了啦。喷太高了，我挖下去，我挖下去，让我们下去，让我们吸。哎、欸，挖下去。哎、欸，楼下是谁？楼下是谁打起来？那个谁？我来帮你了。啊，躺。OK 吗 ？OK 吗？我们可能要炸一下他们的那个哦，虫虫哦。
哇塞，我们的保险箱满了，可以出到满耶，好扯哦！底下有人呢，底下 OK 吗？反应是你吗？是我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僵尸喷装了，僵尸掉装了，原来是那个 zombie。那个上次打繁星那个啊，哎、欸，那个前面那个，哎、欸，梦梦公，嗯，怎么了吗？你他好孤立无援的感觉。没关系，他走一段丢不到我啊，我在接手很难扔，而且他会先打到我的人，然后就会直接掉到虚空里面去了。先打到你的人，再打到你的心，不是他打不到我的心。巴拉巴拉巴拉，他很想要打到你的心、啊。哎、欸，什么？而且书柜没了，书柜没了，书柜没了。这边有一个东西，等一下，我充满的心被打到了，钱再来就充满，我充满，我被后面的打到了，我没钱了，我没钱了。没关系，不用书柜了，够多了。我的伞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不要难过啦，你这样难过我会很啊。啊，那我合一合好了，出去打架。差不多第三天要开炸咯，对啊，开始开打，开始放咒语咯。嗯，很快把钱领出来，半年还没钱哦、喔。我说我们接下来迷信哦、喔，出柜这样子有吗？还是射得到啊？没有，啊、现在只有16灯。我尽量修复了，我在楼下保护一下萌萌。这样了，哎、欸，加减加减喽。好，好。这条帽子，叮，嘿嘿，叮叮叮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有问题。你的人吗？你又恶心了吗？为什么我今天这么衰？效果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的三只的什么都没有。嗯，不 Q 走走，我来迷信哦。好，可以，好迷，我来要洗哦。迷一下，迷，我只能迷一次。你可以去炸他们家的虫虫。都可以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跟钱哥不干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把钱掉出去。哦，这个人，哦，巧克力，你怎么认识他？他的啦。我不认识啊，他自己来的。天啊，不请自来哎、欸，这个人。分数扣250这么高哦。对啊，我们上次这样玩啊，你到多开心啊。中啊。迷信哦，迷信哦，迷信的，我迷信的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要赶，你要迷要赶快迷哦，不然对方迷的话，你会没钱哦。好，我在迷的话，迷先迷有优势。对，先迷。啊，我先只有这些。没信哦，没信哦。我投啊你。我去弄的，好难过哦。我怎么我的付出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好啦好啦、啊，你不要再哭了啦。我买的。哦，可是我用不到，我要跪下去了。好好你就拿起里面的弓站出来就没事啦。大业中了，大业中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好我先领出来，我钱都领出来了，对对对对还好先领了，银行给他扣没关系、啊，你刚刚来得及领吗？我领了，哦，那就好，他们有在用吗？对他们也有在用啊，有，失明一分钟，没关系，现在他们负十分，我们有优势，失明一分钟，哇。失明一分钟也太夸张了吧！太久了吧！全军出击哦！冲哦！出发哦！我迷信完了，他换我们了。就说失明一分钟太夸张，还给我们是，还用一下发光，用一下发光。哦，好，我没有，我有发光了。有了。哦，原来是我们的人哦，我一直在射。底下有人哦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是，哎，做什么都看不到啦。太多了。我要回家了啦！我要迷信，等我一下，我迷完。家里都跨博啊，连上缺都不知道在哪里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已经领出来了。现在比现在分数负比较多吗？有钱吗？有。那大家都在负债啊。哎、欸，如果都是负的，有办法比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迷完了。好，换我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负160比-510。什么鬼东西？啊！我要分科学上去了。这是在玩什么？啊！玩迷信啦！失明也失太久了，好烦、喔。原来是穷苦之战啊！
哇，我只剩半颗心了。我现在还不能买东西吃啊！快啦，给你啦！拍死我吧！地上啦吼！这个人，只会不要抱怨，安静。哇，这什么？去了都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们都在哪？真的找不到。厄运水晶，扣50，我也让他们扣钱。财神爷，发财树苗要不要去拿一下？要拿，我一有钱的。我们有优势，赶快去拿，赶快去拿！看不到啊，怎么拿？走，快先往中间走。我已经在往中间走了。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看到，看到。拿，带回来，带回来。还没拿到，还没拿到。有拿到吗？痛！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！哇，都是负的哎、欸。在你身上了吗？在你身上吗？还没，我还没拿到。在中间下面，在中间下面，他们有要去，还没捡到。在那个，对，我捡到了。我回来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。我护卫你。有护卫，射死一个。有死了，我也射死一个。OK， 我回家了，我回到安全区了，好，好。他们有几个人卡卡了？喂，没事，没事。走下面，等雨月发星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弄一波。我们就赚到了。他们有个400多块钱呢、欸。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分数都是负的？那、啊、就在玩啊！现在才发现，现在发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了？杀到对方家里，有杀到对方家里哦！哦，这么冲啊！我今天一个人在对方家。可以，一个蓝队来了，在楼下想搞我们矿工。哇，我好像回不来了吗？要去迎接你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锁链装的。我来了。啊，算了，我想让你被他打死。真的假的？王宇吗？不是人，怎么过去的、啊？哦，他顺走了。他怎么不见了？顺走了，听我讲话好吗？他不会听的。好吧。我跟你同时讲你。汪。他听了，怎么跳下去了？哎呦！所以发盔甲加发星，没事。呀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哇！我杀一个人。刚刚你努力先活着，我们准备发星。有了，发星了，发星了！哇，失明了！一分钟了。要失明，你要中这个啊！是哦。发龙宝啊！哎，我救不了你了，一拳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连上去都在哪里都不知道了。我在你后面，还是可以照样。厄运水晶，活尸。先挖钱。奈奈，继续挖钱。我刚杀超多人，把这边堵住。太容易中奈奈了。嗯啊，没钱了。既然失明，那你们看广告吧。啊，刚刚你没了。失明耶！对啊，可是我刚刚杀了6个，所以 OK 了。你怎么那么猛啊？是想去陪你的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要来。那个美国迷信一下，哦、又是奶奶，赚钱，闲奶奶，哎，闲的，那个谁在店，那个矿工小心哦，啊，光的背后，没关系，厄运的，哦，快点，中大奖，杀他，他们负70了，他是无敌。剩无敌，好惨！不，他剩无敌，快射他，不能让他跑！射到了，有，终捡到了！无敌五滴，不讲清楚。我回来了！刚那个黑曜石球嘴只剩掉下去，他剩八滴。他来了！来了！哇，很久没下来。来，这里只有直线一条路。来，欢迎来。哇，鱼的供应杀多少？啊，这是刚他的，不是我的。哦，你刚跟我一起冲啊？对啊，好险！碎啦，真怪他。碎啦！哎，刚好，想回来的就回来啦，刚好补个。诅咒，继续玩。诅咒！哎，有钱的诅咒啊！小帮手，有钱的200块。阿金，你先啊，你两个先好，我在后面。急退，不然我把钱丢给你了。下去吧。看不到。哦，我的是扣分数哦，换下一个。他是有 bug， 他们不会失明呢。嘿嘿。啊？是我们发亮吧？